在很早很早之前，阿 Ken 挑戰過十支力多，今次打孖上廿支。Hello， 咁多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宅男俱樂部啊！話說咧，好早好早好早之前咧，阿 Ken 挑戰過十支力多啊，咁我自己覺得飲完十支之後咧。冇話太過辛苦，我覺得 OK 啦，純粹 OK 啦。但係今次我要挑戰廿支，咁啊點解咧？試完咧早排啦，自己睇到自己啲片啦，再加上咧我上咗 Google search 下，原來發現咗咧有個台灣人咧就挑戰咗廿支，然之後咧就胃下垂入咗醫院。咁我覺得嚇，我挑戰十支好似完全冇問題喎，但係點解一去到二十支就揦曬嘢咧？咁啊，我覺得廿支對我嚟講應該冇咩問題啦。好彩 Anson 唔喺度，如果 Anson 喺度咧，佢係極力阻止我飲呢廿支嘅力度啊，應該。Anson， 你覺得我應唔應該挑戰廿支？唔應該。點解咧？我唔想有一個 partner 死咗。呢一個 challenge 咧，點都好係有少少危險性嘅。咁如果真係我自己頂唔順嘅時候咧，咁我唔會壓硬嚟咁飲埋呢其餘嗰幾支咁樣嘅。咁所以大家各位放心，我係做足功課嚟玩呢一個 challenge。咁我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咗佢。最後一支。前面呢一度咧已經左至右上至右咁排列好呢廿支力多，事不宜遲。第一支，哇！好耐冇飲過力多，細細個就成日飲，依家真係少飲。啊！三支，暫時冇問題 ，fit。飲五支其實已經500 ml， 即係等於飲咗一支樽裝嘢飲咁嘅份量，所以其實係有少少飽 ，feel 到係有少少飽。哇！成口都好甜。你暫時用了4分20秒，那個人咧係用20分鐘嚟挑戰，咁佢嘅獎金咧係10,000台幣嘅。哇！但其實唔簡單，我飲到第十支係其實個胃咧，你 feel 到係漲地啦，又唔係話好漲嘅。完成咗一半啦，休息一陣先。我哋橫掂仲有咁多時間，依家先用了4分幾鐘完成。好似食咗餐放題咁，仲要係狂食嘢咁樣嘅，食咗一餐放題。14，哇！好似嚟了啊！好似嚟了啊！我依家可以同大家講，依家咧有少懷孕嘅跡象。懷孕嘅跡象冇乜，啊有嘅，嘔想嘔吐啊！勁多位。啊！之前咧。Ken 啊，我見過有個 challenge 咧，有個外國嘅肥仔咧，飲好多汽水之後，噴幾粒嗰啲嘔血咯，珍寶珠之後佢似我嘔血，嘔血啊，啊個嘴嚟嘅，咩個嘴嚟嘅？
我教导训龙，教导训龙，教导训龙。系。等一望，等一望。加加，你将你个胶袋拉埋去边个胶袋？有冇胶袋？冇啊。多谢大家，千祈唔好学，呕咗成个袋，啊，真辛苦啊！啊，咁今次呢个挑战咧系失败，亦都同大家讲，千祈唔好学，会呕七彩。好，今次系咁多先，下次再见，冇事。拜拜。